星星，你还在这玩积木、玩这个玩具啊？老师都发了那个国庆的作业了，你看有多少？你看一下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周记，一大堆的作业哦。怎么这么多啊？里面的单单这个试卷就有好几套。试卷？嗯。我又没有，那我可不可以不写了？不用担心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老师非常的关心你，你看。他特意发了图片给我，我给你打印出来了。这么多啊！还有呢，还在打印当中。跟你说，这只是数学的，还有英语的，正在打印当中啊。这打试卷的，这是打好的。这英语的试卷，这是英语的，我只能打印成这样子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来，一大堆，好好写吧啊！不要再玩那个玩具了，你写完你才可以玩，知道没有？国庆放假好几天了，我再看一下西西作业做的怎么样啊？西西，嗯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编程啊。编程？这不是游戏吗？我的车是我编程的游戏。你作业写完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？你就在这里玩电脑？你这什么游戏啊？这么幼稚！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礼拜你都不要去碰电脑了，禁止。这个是有剧情的，很好玩，好不好？游戏你玩一下。要是我玩的不好玩呢？我就这一个礼拜不碰电脑。好，那我试一下啊。不过只是个半成品。为什么是半成品呢？没做完。我不管，那我试一下你的半成品啊。如果不好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再做了啊。好，起来。好，来玩一下啊。这个开始怎么玩呀、啊？就。空格加护 WSD 是移动，然后左键可以攻击，然后左上角就是你拥有的苹果数量、石头数量和空格。那我开不了门啊。哦，这样你就进去了是吧？嗯。然后又干啥呢？我要干掉它。那我能干嘛？乐乐都比你会玩。乐乐比我会玩。对呀，他看到起码知道这是怎么玩的。出去找石头呀？嗯。哦，这个确实，哎，怎么出不去？空格交互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石头在哪了？所以要逛一圈地图。哦，找不到石头。人才。人才，哪里有石头嘛？你人才。房，刚刚那个房子上面就有。啊？刚刚那里是吗？往左走，然后往上走。啊，这一个大石头啊！嗯、啊，这样子就是找石头了。我在，这个是像我的世界里面那样子搞石头，五个。哦，还要找苹果是吧？那我是刚才好像看到有苹果树啊哦。哎，这里不是有苹果树吗？我还要收集一点苹果。啊，四个苹果。好，我现在要去干嘛？我要去换钱。哎，这个是干嘛？打死他！不要打扰我练功，我偏要打扰你。你要打的话，可以鼠标啊，鼠标。用鼠标移到这里，然后点一下，然后他就攻击他。啊！这样打打扰了我练功。然后他释放仙气把你炸死。啊！不吧，这样就死掉了。好，重来，我要去换装备了。右边这里就是换剑吗？这里去换个剑，怎么换？啊，不是换好了吗？哦，换一把很厉害的剑。走了，我就去报仇了啊！现在我就拿到仙剑了。嗯，不要打扰我练功这个人。啊！我要找报仇。哦。哦，又有把剑 ，OK， 我怎么会一把宝剑换了一把木剑呢？这是木剑吧？我去。然后最后一个交互的地图在左下角，然后就只做，然后下面，啊、哦，然后这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然后其他的还没做。哦，我要把这个干掉是吧？交互嘛。交互。你这卡。就只可以走到他面前跟他对话，对话。来者何人？啊？啊，这咋回事？又死了。哦，这个是有点意思，不过我不玩了。行吧，那你是不是后面还有啊？啊？大家觉得西西这个过不过关，有不有趣？
我要不要罚你一个礼拜不能碰电脑呢？不用。那这样子你先把那个吧，你先把作业写完了，我就不罚你好不好？干去。好吧。又死了。干去写作业，天天就是想玩这些有的没的没用的东。看一下你的那个试卷写完了没有？没有。还有这么多。这个也没写。这个就写了一份呀。写了一分半，写了一分半，还有这半份，就玩的这一点点，你好意思你就去玩电脑了？我那不是玩电脑，那是编程。编程不是玩电脑呀？不是。那赶紧你把他作业写完了啊。